对焦对焦，今天是21号，是不是因为我太闪亮了，所以刚开始镜头都对不了焦了？给大家看一个不是睡衣而又完美的妆容，然后又是那种很不灵不灵的衣服的我，怎么样？很不一样吧？今天是我们来拍摄专辑照片的日子。今天我们7个人主打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呢？来，我们展示一下。费龙，哎呦，不要太激动，不要太激动，出现在我的镜头里，不要太激动好吗？好想出去逛一逛街哦，然后就被各种人搭讪啊之类的，太美了，我有点受不了镜头里的自己，跟前几天那种灰头土脸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哎，要不然我们今天录1个小时的视频，假装的直播。哎，粉丝大家好。拍摄到很晚，所以你们先睡吧，不要再给我送车。好多好多，好浪费哦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吧，晚安，大家也早点睡哦。外国人配合我们一起演戏哦，超酷的，有一个小胖子，特别可爱。我们有一个群舞，一起嗨的那种群舞，然后结果他非常的投入。然后四肢非常的灵活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胖还可以那么灵活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是那个预告片的拍摄现场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不行了，我从早上六点多就过来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快9点了。对了，这里的那个什么饭自助餐特别好吃，我从今天开始，今天是几号？2月21号开始首推，变成炸鱼排。就是炸鱼排，除了他没有别人，他在我心中是第一。宝宝，我要走了。你可以不要走吗？我不能住在这儿。你们明天要拍东西，我要回酒店。拜。Thank you. 还认得出我是谁吗？没错，我是戴萌。感受到我的小心机了吗？今天是异色瞳的设定，异色瞳的 point。看这个衣服，哇，我的腹肌，天哪，就在这练了1个月，腹肌都又显现出来了，很开心，很棒，感觉终于熬出头了。还有就是今天看到一条很可爱的狗，是肖英姐的伙伴，它叫做 Tiger， 跟我们那个叫什么给我们写曲子的制作人是一个名字呢，好巧哦。没有人鼓掌，没有人挽尊。今天很开心，今天毛毛来我们寝室玩，来我们家玩了。对，然后今天是他的生日，祝他生日快乐。来来来，醒过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Yeah， 好了 ，Yeah， 今天很开心，然后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。李雨琦问我，你们在这儿一直是这样生活的吗？并不，只有今天你来了才是这么生活。对，我把幸福带给了大家。啊，什么？平时都是像死狗一样的，天天都是跳舞睡觉，跳舞睡觉，然后浑身痛。哎，要找一个月来的话，我们只有红薯招待你。找不是，你要上个星期来，我们什么都不能招待你，就一堆碗给你洗，大概是。哎，我可以顺便把我的日记一起录掉吗？不可以，这是我的日记。妈，去吃了，去吧。哎，反正还有2天，肯定会把它好好的熬完，然后就回中国了。耶、yeah ，很想念我的家人和粉丝，什么东西？是一个鸡腿，一个鸡腿，肖丽姐的鸡腿。肖丽姐也不行了，腰也断了。肖丽姐，我们一个寝室的，肖丽姐跟 Tiffany 姐都不行了，两个老弱病残。对。
反正很开心了，就是感觉到家的温暖了在这里，然后有点不舍，因为要离开了。他回去也可以有一个这样的，如果我们也能住这个这样的房子，真的太棒了。哇哦 ，Hello， 初次见面，我是 Seven Sense 的 Kiki 徐佳琪，是不是一下子不认得我了？好啦，那今天呢，我的个人宣传片呢是打拳击，然后下午是非常帅的一面，然后晚上一下子就变成了我们大皮草，你们看看我们这个皮草，然后小皮裙，哎，虽然最近瘦了一点，然后呢，最酷的是这个鞋子，看到了吗？看到没？这个鞋子特别棒，虽然晚上已经现在已经凌晨了，腿有点肿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样子，今天状态还是可以的，而且买了个新的美瞳，以前不怎么戴美瞳，然后这一次因为要配合这种这么高扬的造型，肯定要戴一个很高扬的美瞳了，然后之前有断眉自己画的，现在已经填上了，不错，让我想到了这个造型，让我想到了之前我爱喵星人里面的 Vivian， 虽然 Vivian 呢很可惜暂时还没有跟大家见面，大家就把现在这个造型当作是 Vivian 吧。你坐在我的机场室上上，刚刚录完的视频日记的这个人完了，坐在了一姐的机场室，快给我晾干吹干吹干你屁股的屎味。香，我哪有屎味，很香，大家弥漫着我的机场时尚，弥漫着戴萌的屎味，戴萌的屁味。好了，然后今天毛毛来探我们的班，一股火锅味。然后你化妆了，来我们的，在我们的这个素颜映衬下，我看看寿星，寿星的美颜。我也没有很美颜，好吧？哇，好白啊你，很棒。可是你不化妆也很好看啊。这好油啊，素颜也好看。哎呀，最美啦 ！Gaki， 快去吃吧，快去吃吧。吃完了，我刚刚戴萌录完那个，我想说回去捞点牛肉。我说戴萌在每个人的视频日记，没有牛肉了。真的吗？谁我没有了？毛毛的牛肉被偷走了。好了，今天很开心。哎，这里光亮一点。好了，今天陈林宝宝给我们。烧的火锅是你准备的那个，我就负责切了个切了那个鸡翅，非常好吃，然后还是给了水果，现在看到是饭后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拍摄现场。哇塞！哇！我疯了！哇哦！我可以感受到人类的气息，这是我的天线，我就是靠它和我的族人相连的。我感受到了什么？感受到地球很危险。现在的我打算干点其他的事情，比如说通一通便什么的。好了，就是这样。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一天，有个幸福的夜晚，有个美好的早晨，就是这样。小雨卓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晚安。因为今天22号嘛，还要录音。我前天录，因为嗓子不好，录音没录。就没有录完，就今天得要第一个过去补录。哎，我现在熬了一晚上，嗓子又成这种样子，今天不知道录音能不能顺利进行。Hello， 今天不知道是多少号，反正是拍 MV 的第一天，累得跟狗一样。第二天了，张姐。哦，对，第二天拍两天了，我在想什么？我可能一个人已经累到，就是我们其实快结束了，拍完最后一个舞蹈我们就结束了。还有两小时。剧情说还有两小时。啊，不是拍完最后一个就可以结束吗？应该也是要两个小时拍完，反正加油。但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累到现在有点精神，就开始有点嗨了，懵嗨那种感觉。嘿，又是我。虽然你们肯定现在不想见到我，甚至想说你。
我就不要再回来了，但是还是我有本事来捶我胸口啊。不过这一天是就也老弱病残，像办公室我一样，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两个小魔仙住在一起可能晚上就打架了。戴姆膝盖不好，我是腰不好，就每回就是 Seven Sense 嘛，有很多那种下去的那种，一下下去的那种，就每一次下去就感觉有人拿刀在后面捅我，那种感觉。但本来说今天早上要去医院的，反正这是一个选择题，去了医院就不能睡觉，所以说我还是决定先睡觉吧。因为如果你去了医院的话。去了医院的话，你可以看好你的腰，可以让你晚三年挂掉。但是你要不睡觉的话，你可能现在马上立马我就要挂掉，所以说我还是选择先保命，先睡一觉。今天是22号了，然后的视频日记是21号的，然后今天我们拍了平面，然后现在我正在等待那个拍摄。个人的一个宣传吧。2月24号，然后我想回家，我也想回家，那就是这样，拜拜。耶、今天是消肿的一天 ，very nice。就是我这个遮脸毛是前几天做造型的时候那姐姐给我剪的，然后我先撩一下我的遮脸毛，这样显得有点奇怪，感觉脸好塌呀。感觉老了，哎呦，就是有点舍不得这里，因为我感觉大家住在一个房子里，就是大家一起住房间里，然后哎，就是像这个家一样住，就觉得很温馨、很温暖，然后又很快乐，然后就感觉渐渐的习惯了，已经。就是之后可不可以向王总申请给 Seven Sense 一个这样的家？给 Seven Sense 一个家，请给 Seven Sense 一个家。一个温，然后现在吃饱了，已经吃得跟孕妇似的，所以我现在打算要去洗澡了，就是这样。希望明天 Seven Sense 可以好好拍，加油！拜拜。今天 Seven Sense 的 MV 拍摄杀青啦！耶！太开心了，我们每个人讲句感言吧，从最老的开始吧。还要打人了，谁呀、啊？在哪儿啊？那就从脸最老的开始吧，我就这样吧，我来吧。好烦哦。首先非常感谢，然后就是脸最老的真的开始说了。还有，就是我们今天收到了很暖心的礼物，对，每个人一双，是每双定制鞋，我们人生第一双定制的，对，我人生第一双耐克的定制，对，我们打算今天就是走机场 fashion， 我也在约好了要穿，那就穿，但是呢，现在的心情就是还想拍，还想下来，还想留下来，还想待在这里，又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 view， 再来一个 view， 现在很期待，就是两个 MV 到时候放出来 view 一下会有什么效果，对，还有我们就是每个人不是有那个个人宣传，刚刚放了照片。哇，厉害！光看前一代，厉害了，每个人都重生了，对，太强了吧？感觉跟我们现在本人有点不太适应。对，跟现在的还好，跟卸了妆之后的人。啊，你妈不说话吗？我觉得就是好感动，我没有哭这么大过，感觉来一次暴风哭泣了，暴风哭泣了呢，现在。艾丽娃有个新名字叫艾丽娃巴里娃，对，巴里娃老师，艾丽莎巴里娃啦，真的好多美好的回忆都在这里，对，而且感觉工作人员特别特别的用心，对，很照顾，啊，当然中国的工作人员呢也很用心，但是好像没有见过他们给我们切草莓啊，对啊，他们也没有跟拔香蕉啊，也没有他们定制的鞋子啊，并没有，这样可以跟上，没错，对，希望呢能多多学习啦。他说你有什么就是感想吗？好了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万。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来，就是刚预好的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 在哪边啊？这么多，就这个了，就这个了，大家以后多多关注，耶，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，然后就变成我们机场。基本上每一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舞蹈训练，很大的压力，我有点不安。
就是已经第三天了，你到现在还没有练吗？你们就别跳舞了。都是值得的，心都是很积极的，希望就自己能保持最好的状态，变得更好，最大的愿望。